しょ。冬より。你慢慢打啊、哦。之前我打。打之前你打那个前面展望的话。我展望就有了。有我那个内弯线，内弯线，内弯到横山那个 YouTube、那个，你打前面展望，内弯线，找我。丹顶鹤，丹顶鹤，好像有听过这个名字，丹顶鹤，对，有听过，有听过，在 FB 里面有一个说，偶尔久久一次，是是是，最近有在哦，你有看到我是吧？对，我也很喜欢看风景，是吗？有时候你们有发表，就是刚好你打开有啊，因为他每天唱歌很多，对，我辨识很多，我这个可能会跟日本人在一起，啊，这样子。打到 YouTube 找我，知道吗？你按个 LINE， 我没有手机呢。你有手机我知道。你就找那个 YouTube， 啊，那我名字写给你也可以。我也会听过这个。你有看到我这个丹顶鹤是吗？对对对，有。有啊。有。我是摄影，然后看一，很棒，就旁边按个赞。是吗？好。但是你没有脸书。没有。你又用我脸书来联络一下。懒得，因为我没有时间。我今天拍的那一段有一段很不错，我就要拍九旗塘大桥，高屏大桥。高屏还有拍到吗？有啊，等一下我回去要拍那个窗户那一边。哦，天气好才拍得到，天气不好就拍不到，就阴阴暗暗。你打那个 Google 啊？对 Google。你打前面展望是日本的字，打汉字不要紧。打内湾线。内湾线就到了。内湾线有个内湾到横山。啊，内湾到。有个 YouTube 最近才做的，好，或者在 YouTube 里面找，好，你贵姓？我姓林。林啊，林啥？大哥，你姓什么名字？我姓周啊。哦，周大哥了。我跟你签个名要不要？你又不用脸书？我不用啊，我就是喜欢看一下。哎呀，你看我的那个 Google， 对对，看看。没错，做你的观众。骗子很多哦。啊，对对，因为你。常常在摄影就有很多作品出来，作品不敢啊，很清晰啊，连林边到，哦，林边也在走路，今天晚上在林边扎营，你知道吗？这边扎，然后风景，九曲滩走到这边林边刚一天，哦，太累了，年轻还可以说有那个冲力，啊，还大武装哦，对，然后如果那个当兵的时候来最。大武装啊！过了就不过了，就没有力了。那时候是七月，农历七月的时候，也是七月。对，七月会超。七月我是要下横村基地啊。对，下对，那陆军。海军陆战队。对，哦，太厉害了！下海军陆战队。是的，明天要到统领去。这样子。你们荣誉徽章是不是？以前的队徽。对，队徽。你不讲完。不像，一定不像，那个都永魁，砰砰砰。对，你瘦瘦的一点都不像，可是很吃亏。不会，那时候，超当兵三年多50公斤，都不会胖。都不会胖。50公斤，都维持50公斤。现在60了。50够力吗？50够力哦。睡觉的。和你身材一样。哦，我不行啊，我没有力气。以前我们的就是和你身材一样啊，当兵就和你身材一样。耐操。那个瘦的比较耐操。这样子，比较不怕操。那胖的嘛，跑一下就很喘。那个大概大武装，三张飞那么多。对，那还有那么多。海军陆战还有。九溪塘啊，九溪塘就是游泳啊，我们左营游到左游个3个礼拜，我们要大武装回来九溪塘。那你住哪里？我住横山啊，所以内湾线有个武装拍内湾线，所以这个很难得拍，这个很难得拍，快到了啊，又在边那个，差不多15分到，然后18分，这个风景很漂亮，它那个会比较久一点，以后联络把那个影片寄给你，不用了，不用，谢谢。我跟你讲，所以拍照年轻拍照，几天就找不到了。找不到，那继续找我，知道吗？好。OK， 我留意你的动向，你的好的作品，因为我也很喜欢欣赏风景。哦，那点。因为哦，你有看到我的那 YouTube 不？哎，对，有个。影片子。哎，对，有，哎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有，都我都有看到。对。那刚好你有开那个开，刚
来想说来看一下，哎，刚好看到。有单点很有听过，名字很特别啊。对，单点，我也是年轻小孩。啊，单啊，单点都一个人跑。对对对，你老弟大，要坐我妹妹，给我坐妹妹。哪一年的？啊？哪一年？我老了。哪一年？哪里老？哎，狮子头的。对。狮子头。算谁？算出生是。出生是六十，六十头，那是属猴的。出生是六十。那请问大家都知道啊？对对。等于13万了呢。对呀，出名啊。出名了。照片蛮多的。照片。都是最近比较好。影片啊，看到我的影片是吧？对。昨天你有信佛吗？有信佛。我拍那个成天禅寺。那个配音的，我去登山，然后被那个，哎，成天禅寺很有名啊，跟你南部的一个，北部叫成天禅寺代表，他那个南无阿弥陀佛，泰版的，然后我登山，你知道吗？登那个成天禅寺那个步道，然后就是风景，你可以边看风景边看佛，就打，一样的，最近才做发表的，还有大三辈如来寺。你自己有平台吗？就是脸书而已。脸书而已，可能会自己做平台，然后加入追踪群组，做一个平台，就是上面的网站啊。嗯。你那个大上面，前面那是我推荐你看的，因为那个佛家，我70年就上成天禅寺，这次有一个李秋妮跟我，他叫我查成天禅寺那个，还要。叫我下载，然后我就配那个音，我自己录的。我6月30号，农历6月30号，6月30号就上成天禅寺。然后我不是录风景，成天都是风景，然后都配那个南无阿弥陀佛，是快板的哦，4字4块的样子。你查一下，因为我都在前几上个礼这个礼拜发表。这个你知道吗？我回去有空拿，再搜寻一下。搜寻一下。对，因为一下。成天禅寺有留电话在那边，你可以找我。好。因为我的电子要给成天禅寺做宣传。做宣传。跟他们结缘呐。他常常请我吃饭。哎，对对，哎，他跟你也可以。啊。多远？哎，请我要报答他了，就是这个影片报答就够了，他就把报都很大。给供养师傅啊，给供养师傅啊。师傅。哎，师傅就请你吃斋。所以他常常去，他都还要带着回来。哎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那爸爸你有？周啊，知道吗？盛，茂盛的盛。对。梅花的梅。周盛。好，再帮你。你不，也就可以跟你我留言都可以。哎呀，好啊，跟你加油加油。茂盛的盛。跟高雄在哪里？啊？高雄在哪里？高雄哦。我是高雄市区。在哪念念书在哪里念？我中部人，我不是这里人。哦，中部人啊，来当啦。不是中部。哎。丰原那边。哎。彰化啊，彰化。刚才我彰化路到斗六，没有动到。你可以看我，回去就我明天回去。我就第一次打。哎，那个。里面很人泡吗？我这个64GB 我就快没电了，没办法，我怕没电而已，我里面很大。哦，对，你那么远，你坐那么远过来呀？对呀。拍着。哎，斗六，你从彰化到斗六，你的风景你可以看得到。哦，这样子。因为那边那一段蛮美的。然后左旋到。他不会收了。哦。我一下车我就下车的。哦，你不用收吗？只要停，那等他广播我才。哦，才收哈，不急啊。这个这也是个记录。这是个反聊的，就是他，你要开他的车站。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林怡君。怡君是吗？对。怡君啊。哎，对。君子的君是吗？哎。你的名字好美，我哪有？谢谢周大哥。林怡君啊，哎，那个怡君表妹。啊。怡君表妹。啊。好久了哈。婉君表妹啊。婉君。没有怡君表妹，怡君表妹很凶。哎，不会啊。差贝贝啊，婉君表妹看柔。柔美。柔美。怡君。以前那个日本话叫尤罗西呢，很好呢，尤罗西，
很棒耶，很棒的意思。嗯，俄罗斯呢？在上厕所吗？知道吗？俄罗斯，俄罗斯是敬语的，好吗？俄罗斯是一个敬语，意义就是普通话，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礼貌的。俄罗斯，滚，滚，滚的话，男孩子啊、哦，叫滚啊。叫滚啊！那个大师最有名。那日文你有，大哥你有学啊？我的网，我的脸书很多。哦，这样。对的，观点好像不太大了。告诉你，发飙的，今天考试不会。然后在门口给你拍一下。你真表妹，我真表妹。我叫你真表妹。已经翘白白。不会，你真亮。丑，上相，大丑。很丑。不会，瘦瘦的我比较那个。